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贤，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德，老天见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的这个手上啊，这一本《金刚经》啊，都啊，这个我们讲完的时候才写，才两个礼拜的时间呢、啊，就把它写完。里面呢有很多都是哦，我们所讲的天机呀、啊，哦啊也都佛学的口吻，跟我们之前那一本啊，那个是民国76年写的，已经完全都不同哦，都改版哦，像那个第十三啊跟第49哦，就可以看到啊，如何领悟了吗？哦，你就看哦前面啊，哎那个意思啊，哦就可以深思哦，那后面的49就写融会贯通了吗？哦，也都是啊，哎给我们啊这个可以啊深入其中，那中间也都有哦，都会有如何领悟的吗？哦，那个也都是促成我们呢啊去深思熟虑的地方。他所以这一次写的哈、哦，完全跟哦76年旧的那一本啊，哎，完全都不同了，哦，都不一样。这个比较切哦，切近我们现在的生活，哦，那、啊、大家对呢这个《金刚经》也都蛮哦向往，哦，啊这个呢就解说得很白话，哎，就把整个哦我们那个金刚自信啊啊把它呈现。哎啊、所以这一本呢、哦、也可以多拿回去、啊、给亲朋好友、哦、他纵然没有求道也没关系、啊、也都可以看、哦、一定会有所领悟。那我们呢就、哦、开始讲这个啊《涅槃经》。我们讲到第几页？第四页呀、啊，哦，第四页的后面是吗？是第四页。啊？是第四页。第四页最后第四行。第四页的最后第四行。哦，一二三四。哎，不能哦，那个地址石漏这边吗？在南部老师那是吧？对，英文第十。哎，我们有讲到这个食肉之人不应食肉这边了吗？上次有讲了，哦，这个迦叶呢，哈、哦，迦叶菩萨就向佛，哦，这个表白他心中的意思，因为上面呢、啊、佛有讲，哦，说不舍钱财呀、啊。可以啊，得到那个名声哦，就是很响亮，哎，那个大这个施主哦，那佛就讲哦，里面有那个断酒肉者啊，哦，施以酒肉，他、啊、所以迦叶听到呢，哦，就讲说师尊，食肉之人啊，不应施肉，哎，就是啊，不应该呢，哦，吃分的。那我们要了解到说，哦，这个因果是定律啊。啊，你一直啊，假如说荤食的话，哦，这个吃人家八两啊，要还半斤呐、啊，哎，那个都逃不过的，哎啊，所以哦，我们要知道说，啊，早一点啊，断那个恶缘呐、啊，跟哦众生结的恶缘，啊，所以啊，不要荤食。哦，尽量也不要吃那个下等众生的肉。那迦叶菩萨呢？哦，就讲原因啊，何以故？我见呢不食肉者啊，有大功德。哎，就是啊，没有吃肉的人呐、啊，哦，有大功德。那所以我们知道哦，他这个说法说不吃肉有大功德啊。那个就是循循善诱啦，因为我们在凡尘，有吃肉的人，你要他不吃哦，
真的很困难。哦啊，所以用呢有这个大功德的那一种哦诱惑力量来引诱啊这个荤食的人，请他哦不要吃肉，哎，就是一种循循善诱。那我们要哦啊，我们既然研究性理心法最上圣的，要知道说哦不吃肉是我们的根本。我们根本啊就不应该吃肉，哦，因为下等众生啊，他也是哦啊一条性命。那我们哦这个强，然后啊那一些肉，然后啊我们肉啊就强食，这样哦，哎这个凡尘的真理不在，哦啊所以啊不吃是最正常。哦，那个都没有跟下等的哦众生结恶缘，哦啊这样啊，我们就不会有一些障碍。比方说，我们都有哦吃住一些下等众生的身体，我们的障碍啊哦会很多。所以我们都有听过啊，为什么这个看别的书哦没关系呀、啊？你只要一看经典哦，就想睡觉打瞌睡了啦，那个就要了解到那个是障碍，就是我们的冤欠不让我们研究。因为我们研究了以后可以啊脱离凡尘，那这一些哦债主啊他就讨不到债，所以他不要我们去研究，就是要我们在六道轮回，只要你在六道轮回，早晚总会遇到你的啦。哦，啊，所以慢一点逃没关系。可是只要你研究了以后啊，你努力哦，可以回归本位当哦佛了，哇，要不到债了。哦，所以他会阻挡。我们很多啊，哦，像那个阿耨利呀、啊，哦，平常的时候精神很好，听到佛在讲经说法，他就打瞌睡了，哦，自然的下课的精神都来了，所以啊，我们也会有这种情形，那个也就是哈、哦，我们的业障障碍不给我们研究了，所以要了解说，我们要研究哦这个真理呀、啊，哦很不容易，哦要我们本身啊，哦有根基。还要我们祖先呢有德性，我们不要小看呐、啊，哦，要能够坐得住听性理心法，那个都是上等根器，都是活菩萨示现，哦，都很不容易呀、啊，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所研究的，就是活菩萨的领域，就是我们要到达那个状态，哦，那个是最基本的，啊、所以呀、啊。哦，迦叶菩萨就讲，哦，不食肉者啊，有大功德。那佛一听到呢，哦，迦叶菩萨这样说呢，哦，就很赞叹，哦，所以佛赞迦叶，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啊，善知我意呀、啊，所以啊，佛有那个意思，就希望呢，啊，我们众生啊，哦，不吃分。就是不跟呢下等动物啊结恶缘，哦，啊、所以啊就赞叹哦那个迦叶，哦说你能够知道我的意思，哦他、啊、能够啊护法菩萨应当如是，哦就是菩萨在护法保护佛法就应当是这个样子，哦要把真理呀、啊、哦能够呢啊这个宣扬。善男子，从今日始不听声闻弟子食肉，就从现在开始，因为佛要进入涅槃、哦、所以他不允许那个不听、哦、就是不允许的意思啦、哦、不允许、啊哦、这个声闻弟子、就是、哦、比较这个程度、啊、不是很高、哦、你要说那个菩萨哦，程度就比较高，声闻啊，哦，那个程度啊就比较低，哦，所以啊不允许呀、啊，声闻弟子啊食肉，哦，若谈业，
哦，那个坛就是布施，月呢就是越过贫穷，啊，坛月哦就是施主，哦，布施的主人，啊，只要我们布施啊，就可以哦越过贫穷，哦，坛月啊，信施之时啊，应观之时，如止肉想，因为哦有问啊，说啊去托钵啊。啊，人家呢，这个布施的时候啊，结果里面哦有那个荤食啦，那问说要怎么来处理？哦，不能说把它丢掉，哦，啊，要拿来吃啊，会觉得说怪怪的，哦，因为里面啊荤食，哎，就是有生命。那佛就讲，你拿到哦。那个河边、溪边，哦，用水啊，把那个哦啊胃，哦，就鱼腥胃啊、肉胃啊，把它洗洗洗呀，啊，哦，没有那个胃，那你就可以吃，哦，食，哦，吃饭是要养生呐，啊，哦啊，所以托钵的时候啊，人家布施啊，哎，我们就是要接受，啊，所以啊，佛就教他们，哦。不贪呐，啊，不贪那个哦东西。假如说我们现在哦一些社会人士啊，哦为什么哦要荤食？就是因为啊，他就讲我没有肉哦，这个吃不下饭，哦啊已经蛮严重了，哦啊所以佛说哦那个是贪，贪那个肉的味，肉味，哦啊那已经呢在修道了。就不应该哦贪味，所以呀，啊，只要养生哦，让生命啊能够延续下来，那，啊，就可以哦啊，所以啊有鱼有肉，拿到哦河边啊去用水把它洗哦，让那个味道啊，哎，就是能够啊大部分都消失，啊你就可以吃哦。这个佛啊明确的回答。哦，就是人家布施的时候啊，哎，你就是这样处理，哦，啊，就可以吃。啊，所以啊，不允许哦，那个声闻弟子啊，哦，就是吃肉，哦，啊，所以假如说有哦那个施主哦布施的时候啊，哦里面啊哦有那个荤食，你就哦要想你在吃的这个哦就是你的。哦，那个儿子的肉吃啊，自己儿子的肉啊，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很谨慎小心啊，哦，那一些都是哦要了解说有生命的，哎，所以啊哦如子肉想，哎，那个念头啊，哎，就是不是贪那个肉的味，哦，那个鱼肉啊，哎，不贪那个味，哎，就好像呢在吃那个哦儿子的肉一样，哦啊，所以啊就是啊为了要使这个身体啊能够呢啊继续啊哦存活下来，所以啊要吃，哦啊就这样，哎啊所以跟我们哦凡尘的哎那个吃的心啊就完全不同了，哦我们吃啊就会哦挑好的吃。那佛的意思说，你只要能够养生，哦，你吃下去呀，啊，能够使生命啊延续，那就好了，不能够贪味啊。我们贪味的话，那就在哦六尘，哦我们六根啊对六尘，哦那个味，哦已经贪味啊，就会被凡尘哦那个染污了，哦被染得污垢。那么迦叶哦，菩萨呢护百佛眼哦，他又呢接着说，说世尊，因何如来哦不听时了？哦，为什么呢？如来不允许的哈，哦，那个不听就是不允许。哦，那佛回答说，善男子，无时落者啊，哦断了，啊，大慈种，哎，就是我们哦吃肉的话。我们的佛性里面，啊，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我们具备了，我们佛性里面，哦，
有具备啊哦慈悲喜舍。那我们哦吃肉的话，就把我们那个哦四无量心的第一个哦那个慈啊，那个大慈种啊，断掉。所以我们只要是哦成道成佛了，我们在称谓的时候啊，都会讲大慈大悲哦，然后后面啊佛的名号哦，大慈大悲会关在前面呐、啊，那个是我们本来就有，可是我们在凡尘哦都没有把它发挥。那么迦摄哦又言哦，如来何故啊？先听比丘哦十三种净肉哦，为什么哦那个如来啊哦以前。哦，先听呐、啊，就是以前允许呀、啊，哦，比丘十三种净肉，哦，那佛言，哦，佛就回答说：迦摄，十三种净肉啊，随事啊见智，就是随着这个事情，哦，随着环境啊，哦，渐渐的、慢慢的制定啊，哦，这个戒律。哦，这个三种净肉，所以我们哦，这个了解啊，以往在哦，这个很难生长五谷，啊，也很难生长哦，那个蔬菜，哦，那个地区呀、啊，那佛就允许他们哦吃呢，啊，那个，那个时候说五种净肉啊，就说。他自己死掉的、哦、自己死掉的我们没有杀了、哦、或者说我们没有看见，在杀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哦、在杀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听到声音，这一种现象之下、哦、那个时候、啊、佛都允许、啊哦、他们吃，可以吃啊，那啊，很多呢啊，这个修持的哦，没有跟佛在一起修持的人，就会问说，为什么哦不化一些哈、哦，就是五谷或蔬菜哦给他们吃？为什么要哦他们吃这个三种净肉？那佛就回答，他说这一种不生五谷、不生蔬菜的地方。然后啊，我们把它哈、哦、变化，使它能够生出五谷，生出蔬菜，这个违反哈、哦、天地的哦正理。不生的地方，你要它哦出现这个东西呀、啊，那不合真理，跟真理呀、啊、不合。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连佛都考虑到哈、哦，这个地方不生长。就不能用神通力道、哦、使他们出现、哦、还是要顺着我们整个凡尘、就连那个、哦、佛想多活四十年厄难都没有留、啊、那佛也没办法、哦、就进入涅槃、哦、那个大弟子啊、哦哦、对厄难很生气啊，佛要多留四十年，你为什么不留？你在佛身边奉侍佛啊，佛会听你的话。阿难说，我那个时候的心都被哈波旬魔王盖住了，魔王都把我整个心啊都盖住了，我都不知道佛在讲什么。哦，所以呀、啊，各位都要了解。那个佛难道不知道说阿难的心被波旬盖起来吗？他也知道啊，可是要随顺事也。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就是了解张轴啊，那个悟道记，张轴为什么哦他会讲随顺事也无挂碍？好、哦，你没有随顺事也啊，就有挂碍。哦，所以啊，随顺的素缘，那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一样。哦，有时候啊，随顺的素缘，哦，完成我们爱怎么做，大概都有一个共识，那我们就按照这样，哦，不特别哦，
不标新立异呀、啊，哦啊，这样的话，就顺着大家，哦啊，所以啊，那个时候，哦，之前啊，听呢，哦，可以吃三种净肉，就是一样啊，就是有生命，可是啊，不是为我杀的，为我杀的就不可以。啊，所以佛，哦，这个回答那个迦叶说呢，哦，随事啊见智。随着、哦、这个外在的、哦、整个形象慢慢制定啊觉力、哦、意识呢因事啊、哦、见次而至、哦、因为事情然后慢慢的、哦、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然后啊制定哦觉力制定了以后啊、哎、你觉得说可以了、哦、你才会遵守那假如说呢，知爱难显啊，虽然有制定戒律，可是啊，等于没有一样哦，你不愿意啊，哦去遵守。那么当知即是啊，哦，现断漏意，就是啊，哦要呢，哦了解到说，哦这个啊现在啊，哦就断了，哦这个漏，所以啊我们这个中文呢很有意思啊。那个肉、哦、各位就可以看、哦、那个外面那个、啊、是阴阳门、哦、一个阴阳门然后上面一个人下面一个人、啊、上面的人、哦哦、一半人在阴阳门的上面一半在阴阳门的下面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在凡尘的人一半、哦、是阳一半是阴、啊那我们、哦、吃肉、啊、多的话我们就很重我们会掉下去啊底下那个人、哦、他的罪业已经受够了他会升上来啊他升上来上面我们上面这个人、哦、掉下去下面、哦、你看那个肉怎么写、哦、就告诉我们了、哦、你喜欢吃往后呢你就变成要给人吃了、哦、你吃人的肉你的肉给人吃那个是、啊、因果定律、哦、那么迦叶其食肉者、啊、肉行肉住肉重肉恶、哦、一切众生闻、啊、其肉气、啊哦、牺牲恐怖、哦、所以佛就讲说我们吃肉的人、啊哦、那个吐出来的、哦哎、那个口气呀、啊哦、他的呼吸呀、啊、呼出来的气、哦、不管是行住坐卧呢、啊、我们一切的众生、啊、都会、哦、这个闻到、啊、他吃肉的那个肉气、哎啊、都会、哦、产生恐怖、哦、他会吃肉、哎、会吃人那么如人呢、哦、出蒜、哎、好像我们人啊哦，那个吃那个蒜头啊，哦，臭秽可恶啊！宜人见之啊，哦，闻臭舍去，哦，所以那个哈、哦，那个蒜，这个很哦，味道很浓啦、啊，已经吃在肚子里面了哈、哦。我们竟然呼吸的时候啊，哎，那个气都跑出来，跟你讲话的人啊，就可以闻到那个蒜头的味道。哦，很哦很强，哦那个蒜头味道很强。可是啊，因为哈、哦、啊，我们了解说这个蒜头啊哈、哦，它会杀菌的、啊。那所以假如说哈、哦，你在一个地区，哦啊那个地区呀、啊、都没有吃的东西，哦那个水也都很多细菌。哦啊、你可以用、哦、这个蒜头、啊、来杀菌、哎、你喝水吃蒜头可以把那个菌、啊哦、杀死掉还可以、哦、养生、啊哦、那个时候是以生命、啊哦、为重 要,、哦、要你要能够修到生命要能够保得住、啊哦、生命都没了怎么修、哦、所以、啊、还是呢哦、我们了解他的、哎、那个因果所在、哦、为了要使生命、啊、能够存活下来、哦、所以有一些呢、哦、我们就要担当那么色眼见者、啊、
哦，犹不异亲呐、啊，况当近之？哦，就是啊，眼见哦，没有就哦离得很近的人呐、啊，哎，他也不愿意呀、啊，哦，跟那吃肉的人哦，就说亲近，哦，那近的人更不用说，他闻到那个味道，哎，都很不喜欢。吃肉的没感觉啦，我们素食的人啊，哦，那个感觉特别灵敏，哦，就会感受到。知食肉者，哦，亦复如是。一切众生啊，闻其肉气呀、啊，悉皆恐怖，哦，生畏食想，哦，你既然可以吃，哦，别的生命的肉。那我这个生命的肉，有时候你也想吃啊，哦，就会恐怖，哦，他所以会畏死啊，哎，很怕这个死掉。那么迦叶呢，哦，又问，肉起食时啊，哦，得杂肉食，因何得食？应清净法，哦，怎么样去吃呢？才会说，哦，没有犯戒，哦，是清净的。哦啊、所以佛就有讲、哦、当以水洗、啊哦、令以肉白，你用水洗一洗以后、啊、跟我们凡人吃的肉已经有差别了，然后、啊、乃食、哦、就可以吃。若其食、哦、食气、啊哦、为肉所污、哦、但食无味、啊、听用、啊哦、无罪、哦、假如说装的哦，吃饭的那个锅啊，哦，已经里面啊被肉哦所污秽，哦，那佛就讲，你使那个味啊哦去掉，哦，就可以允许哦那个天用啊，哎，就是说允许哦你可以吃哦，已经无罪。若见食中哦都有肉者，哦，则不应受。假如说哦你脱钵。人家布施的时候啊，里面呢哇，全部都是肉，好、哦，这样呢你就不应该接受，好、哦，就是有一些肉还可以，好、哦，你处理，那全部都是肉的话，好、哦，你就不好处理了。那佛就讲，哦，则不应受，那一切现肉啊，哦，悉不应食。哎、就是、哦、已经显现了很明显的、哦、这一些肉、啊哦、就不应该再吃，食者、啊、得罪、哦、吃了就有罪。那么我今、啊哦、唱是断肉之次、啊哎、佛就在这个时候制定了、啊哎、不能吃肉。涅槃食道、哦、是故类说、哎、就是佛已经、哦、要进入涅槃，所以啊，大略的哦来讲这个内容，哦，是则名为啊，哦，能随问答，哎，这个问呢，哦啊，就能够随着答。那么允和善解因缘义，哦，那么佛又解说，好、哦、了，波罗提哦，目叉喻者哦，名为哦知足，成就啊威仪。哦，无所受续啊！哦，一名净命，哎，就是哦，我们了解佛制定的戒律啊，蛮严格。哦，除了三利一波以外，哦，不能有另外啊，哦，自己呀、啊，哦，去持续这个东西呀、啊，哎，那个都犯戒。哦，所以要净命，清净的哦，在凡尘哦生存哦那个生命。离身口意、啊哦、不善的邪业，所以我们呢在凡尘会造业、啊哎、都是身口跟意、哦、这三个、哦、这三个引起、啊哦、我们的善恶业、哎啊、所以、啊哦、我们要好好的约束、啊哦、身口意、哎、让身、啊、不行恶，口、哦、不讲呢没有意义的话，意念呢、哦、不胡思乱想，也不呢、哦、起那个负面的念头、哦、这一些不善的邪业、啊哎、都离、哎、都、啊、不呢、哦、让它近身。或不有人毁谤正法甚深的经典，
如是等人啊，哦，自言我是聪明立志，哦，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这个毁谤正法，哦，以及啊毁谤甚深的经典，那个罪过啊都很深。那么这一种人呢，他会讲哦，他是聪明立志，是超越呢哦凡尘现象。那轻重之罪啊，哦，悉皆啊这个护藏。哦，护藏之恶啊，哦，如归呢常六，哦，如是重罪啊，长夜不回，以不回故啊，哦，日夜增长，哦，是指比丘所犯重罪啊，终不发怒，是时所犯啊，哦，岁复之慢，是故如来知是是以啊，见次而至啊，哦，不得一死。所以这边哦，啊，就佛就把那个制定戒律的，那个过程啊，跟众生啊做一个交代，哦，说人这个毁谤正法，毁谤呢甚深的经典，哦，这个罪过呢都很深，哦，那如是这一种人呢，他都会自己说，哦，我是聪明立志，哦，非常聪明。然后啊，锐利啊，根基很锐利哦，智慧很高哦。那不管是轻是重哦，这个罪啊，悉皆哦护藏，全部呢，都呢不让人知道哦。他做的这一些罪啊，都把它啊护盖，这个藏起来哦。那护藏诸恶，所有的恶啊，他都护盖隐藏。哦，如龟呢长六，好像乌龟啊，我们知道哦，那个乌龟啊，哦，有头尾四角，对不对？是不是六？头尾哦，头尾跟四角六，啊，等到乌龟哦受到外来的侵犯了，它是不是把头丢里面？哦，尾溜丢起来。四只脚吼，全都无去。乌龟长六啦，有看过吗？啊，很有意思哦。揪起来几条鱼，几条鱼。你玩的话哦，它都不会受伤啦。它的外壳很硬啊，哦，你这个摔的话，它也不会死啊。所以乌龟啊，哦，长六。他呢把它哦整个啊，都是哦这个藏住了，哦会受伤的地方呢，它都藏起来，藏在那个哦那个龟甲那个哦硬壳里面。哦，那么如是重罪，这么重的罪啊，哦长夜不回，就是经过非常长的时间，哦为什么叫长夜？因为啊那个黑暗。哦，有犯罪的又不呢？哦，这个啊，把它表露，不讲给人家知道，那个都整个黑暗。哦啊，因为呢不后悔，哦不忏悔，哦它会日夜增长，哦就会一直啊增长出一些哦那个罪业。那么是指比丘啊所犯的重罪啊，终不发怒，就是啊。他修道的这一些哦，修道者啊，哦所犯的这一些重罪，不管轻不管重，他呢都不发怒。发怒呢就是表现出来，说出来让人知道了，哦让人知道叫做发怒。啊，有说出来让人知道，表示他要忏悔，哦他要改过。那哦佛讲，只要你。哦，都说出来让人知道，啊，你忏悔改过，你跟没有犯的都一样啊，很清净，哦，都清白。那你藏着的话，哦，整个啊，就会日夜增长，越来越恶，哦，啊那个，哦，到后来啊，都是呢，恶比地狱，哦，啊，所以，哦，是时所犯了、啊。睡之哦，睡覆之慢哦，好像呢，我们那个葛藤啊，哦，它会哦一直蔓延哦，就很厉害哦。那是故如来知是是以
知道这个事以后啊，哦，见次而至啊，不得意思，因为啊，那个有菩萨呢，就问佛，为什么哦不事先呐、啊，哦就去防范，就是他还没有犯罪了，那你事先就想到哦，制定戒律让他遵守，然后呢就不会犯。那佛有说，那个会引诱人家犯罪的，他都还没有犯，你就制定戒律。好像我们现在的立法哦，那个立法的那个哦，那个情形啊，还没有去做，他就先立法，就是规范哦，你不能做，你做了哦，就是要哦，这个以什么罪来哦处理？可是佛他说哦，这样是哦，人家都还没有犯罪，你就哦，促成人家哦去用那个心，促成人家犯罪哦，所以那个啊，佛讲不符合真理，所以哦，我们要知道说哦，在真理的部分啊，觉得说还真的要跟佛沟通，这个佛没有先制定哦，我们凡人会犯，可是佛说不能。不还没有犯不能制定，犯了以后才可以哦，所以观念啊，就不同哦，见一有恐啊，然后乃补哦，佛做这个比喻哦很恰当，说你看到衣服已经破洞了，有破洞要不要补？衣服都好好的，你就拿来补可以吗？啊，本来是好衣服啦，给你补了以后变成坏的，哦，所以佛那样说哦，我们想也是对，哦，衣服已经有洞了、破了，我们才哦拿来补，不能说呢，好好的衣服啊，你就把它补，哦，那样啊不合真理。那么虽有所说啊，哦，不得先知。哦，虽然有讲哦，一些菩萨呢都先说呢，制定了戒律啊，让人不要犯。那佛说不得先制啊，不可以先制定戒律。要因比丘呢，哦，见贤辉华，然后呢，哦，方乃随时自知。哦，要呢，他已经慢慢的哦，已经呢做不合真理的事。然后才可以制定戒律，所以或者在开头的时候啊，就有讲说制定戒律的因由啊，哦，做个交代，哦，不能说无缘无故了，哦，就制定戒律，哦，一定要有因由。那么乐法众生呢，哦，随教修行，哦，如是等等众啊，乃能得见呐、啊、如来法身。所以啊，只要我们哦，这个乐华哦，就是啊，对佛法很快乐哦，乐华的众生，然后随教啊修行哦，随着这个教化，他能够呢去实际的哦实践，那么如是等众呢，乃能得见呐、啊、如来的法身哦，这样呢，他就能够看到。哦，我们啊，佛性本体呀、啊，如来法身哦，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能说法者啊，哦，及闻法者，皆不可思议啊。我们呢要了解说，哦，能够说法，能够让人啊脱离苦海，哦，那个呢叫说法，以及呀、啊、能够闻法。能够听到呢，哦，这个离开苦海的方法，哦，皆呢不可思议啊，就是不能用我们的哦头脑来思，用我们嘴巴呢来论议，哦，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都很熟悉呀、啊，哦，不着有，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这个叫。不可思议，哦，无法度想的，无法度讲的，哦，叫不可思议。是名哦，善解因缘义，
哦，那么能说法以及呢，哦，能够闻法，这个呢就是善解因缘，哦，能够善解因缘义，哦，菩萨如是啊，分别开示四种相义啊，是名大圣大涅槃中因缘义也。哦，像啊，我们那一本这个《金刚经》啊，里面呢、啊，或者就有想，我们有长寿之因呐、啊。一定要有饮食之缘，因缘会合，才能够跟我们的命理啊相合。哦，有长寿之因，可是我们都不吃，能够长寿吗？你有长寿的因，哦，你都不爱吃，会死没？哎，会死。哦，所以有长寿之因啊，一定要有饮食之缘，因缘配合，我们的命理啊，哦，才可以完整。哦，所以啊，这边呢，啊，就是那个哦，因缘义。那么护持哦，这个自证者哦，就是第一个四种哦相义啊，第一种呢就是自证，哦，第二证他，哦。所以啊，第三个呢，能随问答哦；第四个啊，哦，善解因缘义。那么护持自证者啊，所谓得是大波涅槃哦，这个自证哦，为什么能够自己证呢？就是啊，得到呢哦，这一个大波涅槃，就已经呢得到不生不灭的我们的佛性本体。那么证他者哦，第二个证他者。我为比丘说言如来长存不变，所以啊，我们了解、哦、如来我们佛性本体啊，如来、哦、长存不变，永远都在，它不会变化。那么第三个随问答者啊，哦，假设如如所问，是故广为菩萨及世众说是甚深啊微妙之意、哦，这个一问了以后啊，就能够呢，哦，广为菩萨以及世众，哦，世众呢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哦，世众。那么说呢，这个甚深微妙，哦，那种义理。那么因缘义者啊，哦，声闻缘觉，不解如来，哦，不解如是啊，甚深之意，涅槃摩。哦，摩诃般若成秘密藏。哦，我今以此啊，阐扬分别，未知声闻啊，开花慧眼。哦，就是那个啊，涅槃摩诃般若。哦，就变成啊秘密。哦，那个秘密宝藏。然后啊，现在我要进入涅槃。所以啊，阐扬哦分别。为之呢声闻、哦、开花慧眼、哦、我们要了解啊，这个有慧眼，我们呢就能够啊、哦、这个啊见到、哦、那个实相、我们凡尘啊、哦、有形有相、都是虚相幻相假相、哦、那我们能够见到实相、那个呢就是根本智，根本智呢发挥出来就是慧眼、哦、慧眼能够、啊哦、了解到、哦、那个形象、哦啊、里面的、哦、含义、就不在形象外面，而在形象的里面、哦、看不见的地方、哦、你能够看到、哦、那个慧眼。那么假使有人作如是言，如是哦，世事啊，允何为一？哦，非虚妄也。哦，我假使有人哦这样说，所以啊，这个呢都有起心动念的含义在。那么如是世事啊，就自证哦证他，然后呢啊这个哦啊善解哦能随一问答善解一年义哦世事啊哦把那呢。啊，这个合成一个，哦，不是呢，希望吗？哦，哦，即应呢，反直，哦，是虚空无所有，哦，不动呢，无碍，哦，如是世事啊，有何等义？
是其哦得名为希望乎？哦，所以这个是反问呐、啊，哈、哦，这个反直问，哦，是虚空呢，无所有，哦，不动啊，无碍，哎，所以啊，这边啊，这个迦叶就回答说，不也是真，哦，如是之句啊，即是一义，所谓啊空义，哦，自证。正他能随问答、哦、善解因缘义亦复如是即大涅槃等无有义、哦、这四个呢全部都是大波涅槃、哦、都跟大波涅槃一样、哦、没有不同的、哎、所以 啊, 啊这个我们了解说大乘佛法里面呢、哦、说呢知相、哦、就是 啊, 啊这个一相所谓的无相，没有形象、哦、所以没有形象、哦、就是我们所要追求、啊哦、最高的、哎、那个程度。所以在佛学、哦、写的这一本、哦、这个《金刚经、啊》哎、各位可以翻那个第十三页、哦、第十三页、哦、这一段、啊哎、就是、哦、在讲那个东方虚空可思量佛、哦、南西北方、哦、四维上下、哦、可思量佛就在那一段。然后啊佛学、哦、就把、哎、这个、哦、我们所要领悟的、哦哎、就写在那一段、哦、说佛、哦、那个背后他没有讲、哦、可是他有那个含义在、哦、虚空是一个哦、我们把它划分变成有十个方向、哦啊、十个方向划分了以后、啊、我们众生都要共同遵守、哎、那跟我们的佛性、啊、也是一个。可是我们落入凡尘已经轮回太久、哦、每一次的轮回我们都不同名字啦，也不同形象，可是、啊、我们也把它固定，就跟、哦这个虚空是一个，我们把它划分、哦、十方一样、哦啊、所以假如说我们能够领悟、啊哦、那个虚空是一个跟我们佛性是一个，那个、哦、诶你要返望归真、啊、就很容易。所以底下就写着如何领悟了吗？有没有？诶、啊、如何领悟了吗？有没有很白话？有没有？哎，假如说里面哦，全部啊，整部《金刚经》啊，都非常哦，这个啊，殊胜，非常好。哦，啊，只是这个地方呢，哦，我们了解说，哦，就是啊，啊，很白话的把不容易啊去了解的哈、哦，哎，把它写下来。还有第四十九，哎。各位就可以把它看了、哦、那个自心起自心规范的成幻法、哦、然后最后就问各位如何融会贯通的吗、哦、第四十九、哦、所以啊那一段、哦、那个就已经把我们整个、啊哦、那个本体、啊哦、都已经呈现、哦、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只显啊性体。哦，第四十九页，各位有没有看到？融会贯通了吗？哦，所以这个都促成呢，我们可以哦用心呐、啊，它里面真的哦，哎，就是把真理哦，哎，都已经呢哦呈现，哦，让我们。哦、真的很透彻的知道、哦、不会说修得迷迷糊糊、啊哦、都会很清晰。那么接着呢、哦、我们又回来那个、哦、金刚经可以拿回去慢慢看，从头开始看。你看、哦、第一句话一世啊、哦、这个、哦、不明啊，有没有开头翻起来第一页啊、欸、你一世人如果没了解，一世人、哦
都在轮回啦。啊，那完全不了解，都永远拢伫个六道内底啦。哦，就讲得很哦清晰。佮讲哦，咱也真幸福哦，伫这个轮回啊，吼，啊，拢做人，啊，每一届拢活一届子六十年，咱已经哦一千届啊，生死啊已经一千届。然后佮用鸡来比较，鸡一世人哦四个月啦，啊，咱六十年哦，伊已经哦240届的生死。啊，那卡输啊，佮一个轮回哦，六万年啊，哦，已经哦，这个1400万的生死啦，有久哦。啊，做鸡怎样？拢唔知吼。咱做人嘛，唔知讲咱已经哦生死才久啊，对不？那有我自己人才出世呢，所以啊，老师就跟我们讲哦，我们累劫累世啊，讲好咱每一个轮回，每一个六道轮回，咱拢经过了，啊，咱拢唔知呀，拢无记忆，对不？有没有？哎，所以那个谢谢你那一首歌啊，哦，我们光看哦那个歌词啊，真的都不知道老师把整个哈、哦，哎，我们的真理啊，哎，讲在哦一首歌里面，哦，我们原来都是啊同体，有没有？哦，然后我们要谢谢谁啊？我们一定不会想到说谢我们的佛性、啊哦、不会谢谢我们真心佛性、哦、一定会想讲、哦、我这世人什么人帮助我上济，我就谢谢伊，对吧、哦？没有想到说、哦、原来老师所说的是谢谢我们、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哦、因为有他，我们才有、哦、每一生每一世的哦，在凡尘视线，哦，在凡尘生活。那我们呢，再回来哦，第五页，佛言哦，迦摄，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言，哦，如来无常，因何当知是无常也？哦，如何所言，灭之烦恼，哦，名为涅槃，犹如佛灭。悉无所有，哦，灭之烦恼亦复如是，故名涅槃。哦，所以我们要学着说，我们看了经文以后，我们就知道经文的含义。哦，难道合不合真理？然后，假如说是这样，哦，善男子、善女人，哦，作如是，作如是言呐、啊，就是这样说了。哎啊，这样说就是起心动念呐、啊。哦啊，讲说如来无常。哦、就是我们的佛性、啊欸、就是、哦、没有常态，会生会死、哦啊、这样的话就已经呢跟真理不合了，所以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啊，这说不对、哦、然后啊，说不对还有理由啦、哦、说因何当知是无常也，是怎样知道说、哦、我们的佛性是怎样、哦、变化无常、哦、就好像呢佛所说的哦，灭之烦恼，那个烦恼都灭掉，哦，名为哦，名为涅槃。那我们要了解到哦，那个灭之烦恼不会说呢，哦，叫做涅槃啦。涅槃假如说是这样的话，那就哦，哎，轻视啊涅槃，把涅槃哦，哎，这个践踏了，哦，哦，灭之烦恼，我们要了解啊。烦恼是我们起心动念生花、哦、那个是根尘相对、啊、所产生的六识，我们把它灭掉、哦、那个不会说、哦、叫做涅槃、啊哦、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理、哦、它已经呢、哦、不在真理里面。那么佛灭、啊、我们要知道、哦、佛灭呢、啊、是佛在烧的东西、啊、没有缘系的哦，那个地方，所以它灭了。哦，灭了以后啊，我们呢再由哦那个心，我心呐、啊，各气味茶啊，一朵一个多啊啦。哦，不会说虚无所有。
哦，所以那个又跟真理不合。哦，灭之烦恼亦复如是，故名涅槃。哦，所以这个就啊不合真理。那么允何如来为常住华不异变异也？哦，这个底下讲的就哦相反的哦那个角度。哦，说如来为常住华，常住啊，哎，就是不变迁，就是永远都在。哦，不变异呀、啊，它呢，哦，不会有变化，哦。那么如佛言曰，哦，离欲呀、啊，哦，即灭，哦，名曰涅槃。我们离开呢这个欲望，哎，所以我们要了解哈、哦，这个离欲啊，哦，这个是最哦困难的工作了。我们在凡尘呢都有欲望，哎，要我们这个离欲呀、啊、进入即灭。哦，即灭啊，哎，就是所有的生灭啊，都已经灭掉了。哦，已经到不生不灭，已经呢烦恼都灭。哦，即啊，如如不动，灭呢灭掉所有烦恼。哦，所以啊，这个呢，哦，真的就常住法了。哦，这个呢就叫涅槃。那么如人斩首啊，哦，则无有首。哦，离欲即灭啊，亦复如是。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哦、用这个如人斩首啊，各位浅显，这个比喻啊、哦、非常的好。我们的、哦、那个我执啊、哦、跟法执，假如说、哦、按照佛的这一个比喻啊，我们把、哦、这个头啊，各位浅显，我们所有的能指啊，从哪里来？能指啊，从哪里来？从我啦，哦，因为有我哦，然后啊，才有指啦，我指啊，哦，就是啊，哦，我们这个产生啊，生活之中哦，最普通、最常见。哦，我因为有我才有很多烦恼，因为有我凡尘事才成立。然后佛就讲，哦，这个能执的我已经把它斩断了，还有我吗？有没有？我有没有？斩断了啊，没啦，我没有啦。然后因为我能够执，我能够执啊，就是有法可以让我执，那我都把它斩断了，还有能所执的法吗？有没有？哦，我也没有了，法也没有了，成不成就？成就了啦。所以最难在这里，我们不肯把自己呀、啊、斩断，哦，所以佛做这个比喻呀、啊，哦，或者说，哦，真的最理想，把能执的我、啊、把它斩断，所执的法没了，能执的我死掉了，所执的法亡了，能所双亡，归到哦即灭，归到佛性本体。哦，这个佛讲最殊胜的比喻了。哦，这个如人斩首，则无所有，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能执也没有了，所执也没有了，成不成就？成就了。哦，所以这边呢，哦，真的佛要进入涅槃。哦，所跟我们讲的都是最究竟。哦。如人斩首，则无所有，哦，则无有所，已经没有头了。离欲即灭啊，哦，亦复如是，也是这样，哦，就真的离欲即灭。我们的欲望啊，从哪里来？我啦，从我有我，然后就有欲，哦，欲望、啊、都是从我，啊，我都没有了，欲有没有？没有了啦。啊、我都没去啊，我都死去啊、哦、那个欲望要哪有、哦、这样了解吗？
所以往后啊，咱啊伫咧无法度解决问题吼，你著用这个方法，如轮斩首啊，逃无去啊啦。嘿，能指的吼，跟所指的吼，都消失了。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哦，佛做这个比喻啊，哦，让我们在生活之中，哦，可以呀、啊，解决呀、啊。很多很困难不能解决的问题、哦、都解决了，真的可以、哦、离欲啊即灭，离开欲望、哦、到呢、哦、所有生命都没有了、哦、所以啊离欲即灭呢亦复如是，空无所有、哦、故名涅槃，已经呢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所以啊真的进入啊不生不灭、哦，因何如来、哦、为常住华不变异也、哦、这个呢、啊、正的有说两个、哦、那个反的说一个，如佛言曰、啊哦、譬如乐铁、哦、捶打心流、哎、各位有看过那个打铁的吗、哦、那个铁啊、哦哦、用那个火把它烧烧的整个红了，然后捶打，把那个铁捶打哦、改变了那个铁的、哦、那个形状，那一打了以后啊、哦哦、整个那个火星啊都喷得很远，对不对、哎、我们在旁边赶快要跑啊，有没有、哎、没理由叫烫到、哦、那火车如果烫到那烫到就痛了、哦、会碰吧、哦、所以啊、哎、那个、哦、捶打心流哦，行矣呀、啊！哦，善以行灭。啊，伊安尼吼喷出去，啊，无偌久就失去啊，对吧？哦，然后啊，莫之所在，伊即嘛吼已经喷出去，吼、哦，迄火啊，一时啊就失去。啊，失去吼、哦，你要搁找都无啊啦，唔知你倒位啊？哦，莫之所在，得正解脱啊！哦，亦复如是。哎，我们得到哦正解脱。也是这个样子，哦，以度啊，隐喻哦，知有于你，哦，这个知有，各位都还记得吗？记不记得？有没有印象？好、哦，二十五有是详细说，我们简单说呢，哇，真紧哦，顶礼拜才讲呢啊吼，啊，这礼拜拢海外嘞。哦，简单说三呐、啊，三界就是三有，三有哈、哦，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个有哈、哦，就是有因有果。我们在这个三界里面啊，都有因有果，所以叫做有。哎，啊，我们呢，已经啊，已经度过隐喻的知有。所有的有啊，哎，我们都已经啊，哦，度过了，哦，已经呢进入无，哦啊无啊，哎，我们就是了解进入无啊，程度就高了。啊，我们有，哎，就是有烦恼，哦，有因有果，有烦恼，哦，那假如说我们所有的有都超越了，哦，已经进入啊无。无法可学，无法可学。各位浅浅，什么样的位阶？阿罗汉，阿罗汉哦，已经无法可学，所以啊，他已经到无学位。然后我们哦，在四果以下，在阿罗汉的以下，都叫有学。哎啊，所以你要到无学。要到阿罗汉，阿罗汉呢才无法可学。那你到无法可学啊，就是已经得到哦无生法忍，哦，已经没有生死了，哦，无生法忍，超出呢三界，哦，已经呢超出三界，哦，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到，哦，这个度过隐喻呀、啊，哦啊，知有于你。所以啊，要了解说那个有啊，哦，三界，哎，要详细说啊，
二十五有，欲界有十四个啦，色界有七个，无色界有四个，可能或许要常说，常说我们才会记得啦。啊，无今礼拜讲，后礼拜拢过海外，拢无了了啦。有老讲，都拢未记。我们要知道说欲界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它天道，天道有六欲天，就是欲界有六欲天，四天王天忉利天夜魔天，然后多帅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有听过吗？都这个讲都蛮多次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凡尘五十年四天王天才一天一夜他倍数我们凡尘一百年忉利天一天一夜，那忉利天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十三天它有四方东西南北各方面都八天，四八三十二，中间有一个第四天，皇帝的帝解释的是第四那个四体完音在这天地它的最大那我们凡尘一百年它才一天一夜然后再上去就依天而住依空，那底下这个是在西密山的半山跟西密山的山顶这个两个地基天还在底下头发里大，然后夜魔天都已经依空而住然后我们凡尘两百年夜魔天一天一夜，然后再上去我们老子是还没有长天盘那个时候长多帅天，我们凡尘四百年多帅天一天一夜然后再上去乐变化天，我们凡尘八百年乐变化天一天一夜，再上去就是最高的他化自在天，也叫摩西所罗天我们凡尘一千六百年他一天一夜，所以假如说我们福报很大，然后呢到了他化自在天，然后你去先了解环境了解一天两天，你再下来凡尘跟你的亲朋好友说我现在去他化自在天，你下来凡尘已经经过你去一天就好，不要说两天已经一千六百年，然后没有一个是你认识的啦，你认识都没去了啦，啊去哪里都没去了，去哪里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现在在做的我们在一百年以后各位浅显我们在哪里，过一百年我们在哪里啊，在那里啊，在那里刚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来无来处，去无去处，来没有来的地方所在，去也没有去的地方所在我们都是在当下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不了解，那我们研究了就知道说原来会生会灭是现象是我们身体不生不灭，是我们的佛性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它呢永远都在，而且也如如不动，没有来来去去我们的来来去去是身体现象是这个现象这个现象都假的，是天地的物质所有宏图呢众缘际会借我用
我们都要还呐、啊，要还给天地，没有一个可以赖皮不还，哦，不可能啦、啊，都要还，不管你高不高兴，都要还，早还晚还，较早还较晚，较二还安尼咧啊，拢爱还，咱有准备要还袂？是不能用自杀的哦，那个自杀要去关王死城，那个都多的哦，哎，那个苦啊都是要多受，哎，我们要了解说不能对自己的哦那个哦佛性如来加以暴力，哦，你加以暴力呀、啊，哦，要先到王死城去关，关到你的寿命到了哦才出来，他、啊、不是到凡尘来哦。哦，到地狱去，然后啊，看看你这一生的所作所为，然后地狱啊又判断，哦，所以啊，真的都是苦苦苦啊，哎，很苦，哎，我们真的写在脸上，哦，各位你要看，我们眉毛就是草嘛，然后哦，眼睛跟鼻子啊，十字，嘴巴在底下，刚好苦。每一个人的脸啊都写一个字苦，有没有？哎，写的不太一样而已啦。哦，啊，大家都写苦。哎，啊，所以要脱苦哦，就是要把这个身体啊哎，还给天地。像老子所说啊，无有大患，再无有身。我有先哭哦。叫很大的患难，即无无生啊，无有何患？我那无先苦的无患难，有身体哦。你看，我们要给他吃，要给他穿，要给他享受，对不对？哦，这个给他吃，给他穿都还可以，这个给他享受哦，还无得清净啦。你再怎么样给他享受，他都不满意。有没有满意的时候？有没有？都没有啊！不是知足常乐吗？我们都不知足啊！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哦，在凡尘啊，真的都是苦海，哎，所以我们要脱离呀、啊，哦，这个苦海，哎，可是我们哦，自己要哦认清真理。这个呢是哦，这个劝所有众生呢，不要贪恋凡尘哦。那我们在凡尘，身在凡尘，要去呀、啊、哦，透彻认识这个苦，它到底苦在哪里？它是从哪里来？那当我们都能够透彻认识，我们会了解，在我们的心呐、啊，哦，苦不苦在我们的心。你的心结的苦啊，它真的就是不管你的遭遇，不管你的所受的哦是福报呢还是坎坷，你都是苦，没有快乐了。那你假如说哦，你认清了真理，对凡尘的一切啊，哦，你都能够很坦然的去接受，那个苦啊不见，没有苦了。哎啊、所以那个苦啊，是劝我们凡人不要贪恋凡尘、哦、因为凡尘都是对待、哦、我们在接受福报的当下都是造业，然后福报享受完了，我们要受苦、哎啊、受苦的时候啊，我们众生的习惯性啊，怨天尤人，哎呦，为什么不是别人受苦的都是我，哎，我们会这样啦、啊，哎啊，那个真的就苦了，哦，那你假如说是以真理的角度来生活，哦，苦在哪里呀、啊？没有，没有苦，哦，所以啊，你能够哦，把所有的凡尘事都把它分析的透彻，那透彻了以后，你从最小的地方去看，哦。然后你小的地方看，哎，他没有两边对待；然后你看到很大的大事，一样也没有两边对待。所以啊，没有苦也没有乐，
那这个时候啊，你在凡尘的整个哦那个意念啊，完全不同哦，就跟啊我们呢在凡尘所要追求呢，哦也完全都不一样哦，整个啊都已经脱离所以啊我们修道哦，真的就是要进入，你进入了真理，真理世界里面啊。哦，它没有两边对待，那既然没有两边对待，没有苦也没有乐，没有哦，那个常哦，然后啊，接着底下三个什么字？乐，再来呢？我见就会哦，体会哦，那个证悟啊，成佛了以后。常乐我见，常住啊不变，它不会变化的。那因为我们凡尘啊都是会变化，所以我们在会变化的现象之中啊，我们都要去适应，所以就产生了、喜欢跟讨厌。那假如说我们能够体会到。原来一切都如如不动，那如如不动的话，没有两边，既然没有两边呐、我们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喜欢讨厌呐、我们行为啊都跟天地一样，就是我就是天，天就是我，就整个啊，都不会变化，然后那个乐啊就在这一种常，如如不动的常住不见之中呈现出来快乐，这个快乐啊没有苦，所以常乐，它乐有了，我们了解不是身体的我，是佛性的我，那佛性的我竟然充塞整个宇宙虚空，不是呢小小的身体里面，整个 宇宙虚空都是我，所以我那个我啊就已经很宽广，整个啊都是我，要不要分别，要不要分别心，因为都是我的啊就不用分别心，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啊我们从心静一如不换思维，然后啊这个但不慈善啊积之岁月而不心开啊谓之有也，有没有先把心扩大，心跟静一如，静就是我，我就是整个静整个万象万事啊都是我，那这样的话我们心胸啊很宽广，不会狭隘不然我们现在想一想看，生活之中一点点小挫折啊我们都很在意，也很计较他本来都无事的，我们都把它惹事出来，很多事，什么事？烦恼，其实都没有的啦，这一些都没有，都是我们自己啊，生发，自己生发出来的。所以了解啊，你能够把心扩充了，整个万象万事都是我。那这个时候啊，就是很宽广，跟真理啊，它能够相合，已经合了，所以佛在示现凡尘的时候啊，他不会对福报大呢，跟那个、坎坷的一些生活啊，那个做这个比较，他都看成是一样，都是平等。他说你福报大，你这个坎坷生活都是你制造业自己啊接受果报，只要你果报接受完了，你都恢复到佛性本体，大家都一样，你一恢复到佛性本体跟如来跟佛都一样，没有两样那为什么要分别？不用，所以他没有分别证悟，没有分别的心就是证悟成佛。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分别心很厉害，我们就是众生，哪一天可以改变？等到我不呼吸的时候，我就可以改变了。
是吗？我们要知道哦，精神这么好的时候啊，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等到我们不呼吸的时候，已经没精神了啦，哪有哦？哪有机会去改变啊？哦，不可能哦。所以啊，佛是活的啦，魂哦是歪啦，不是死的哦。啊，我死就成佛啦，安尼咱等老哦死，死就成佛啦，无迄个代志哦。哦，你生活的时候，哎，你就是佛，已经是佛啦。心的差别，哦，我们要了解啊，心的差别。你很宽广，哦，像我们老子是一样，肚大能容，满腔欢喜呀、啊，成不成佛？哎，成佛了。你假如说我们都哦，这个肚子也很小，眼睛也很小，哦，可以成吗？哎，成不了的啦。哎，所以要了解说哦，哎，看看我们怎么样哦。哦，去呀、啊，这个拿捏，哦，你拿捏得好啊，哎，方向正确，做得又很正确啊，哎，自然目的啊，哎，就可以达到。那假如说，哦，我们啊所选择所做的，哎，就是众生的自见，哦，那就变成六道轮回，就一定脱离不了了。那我们呢，哎，都是佛的自见，正知正见，哦。都是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个都是佛的知见哦，哎，一定成佛，哎，所以我们要了解，看我们取舍啦，哎，我们是要当众生呢，还是要当佛？当佛好不好？哎，不会怕说坐在那里很无聊，会不会？不会哦，可以解决人家的困难，对不对？哎，你不要说。他坐在那里很无聊哦，他可以千百亿化身啊，哦，他化身到所有啊，我们整个哦娑婆世界啊，哎，这个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老是少，哎，都是哦佛的化身，佛都化身嘞，哦，在凡尘啊，跟众生一样生活，然后再引导众生哦走入修道的道路，哎，有时候我们哦。哎，用心体会了。这几天不是在报道那个摩西那看起来背十回的阿伯啊，有无？他四天只有喝水嘞，啊，竟然没有死掉哦。嘿，然后啊，人家问他说：“哎，按理说跟人家出来旅游，然后要去厕所，怎么一上厕所就不见了？”他说有一个小女孩拿一只雨伞，然后把她牵着哦，就走了。他就可以看那个家，然后就是胖起啊。他这个一个人哦，胖起哦，500个人那个车了，500个人哦，然后找4天，90个小时了，车四天，啊无死啊。哎，伫迄个溪，吼、哦，迄溪边的石头旁内底，伊去觅伫个遐，啊，个因孙啊看到，啊，你哪会来觅个家？嘿吼、哦，消防队长啊，伊讲吼，迄、那个所在我已经唔知行过几届，都刚刚啊无看人，啊，因孙啊看，所以啊，各位先生。哦，相不相信有模型啊？之前我都一直在讲哦，我在天眼佛院啊，哦，隔壁那个观音瀑布啊，不是有2个一毛乌的池眼胖底乌哦，哦，然后隔了哦这个3天2夜，然后被人家找到，哎，那边都会下那个雷阵雨才办哦。然后又饿又湿，真的没有找到、哦、也差不多要死了。然后找到以后、啊、因为有报案，那所以有那个山难哦救难总队的人哦，哎去找，
然后他两个被人找到以后啊，他说第一天的哦那个傍晚，你们哦已经一大票的人了，哦已经走到我的十公尺前面。我们走路啊，大步哦，一步啊，一公尺，才十步而已哦。两个人一直喊：“我的家了，我的家了。”没听到，也没看到人。那个记者啊，因为有报案，有记者跟着。记者说：“你这样说哦，我这样写，我的读者会相信吗？”那两个说实在的情形啊，记者就跟他讲：“哦，你们不会出来啊，才十公尺而已。我们能够出去哦，我们怎么会在这边？”所以各位就要了解到，那个哦，围着啊，那个魑魅魍魉啊，把它围着，连声音都传不出去。您人哪能够出去？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哦，无形的才是要研究啦，有形的哦，嘿，都无啥啦，哦，那个都可以分析呀、啊。你这个无形的，你分析不出来。每个晚上有两个老夫妻呀、啊，去陪他聊天。哦，你们看电视，或许是看报纸的啦，联合报登的。哦，礼拜四，哦，今天礼拜六，前天呐、啊，哦，登的，他写得很详细嘛，所以霍杰就努力看了、啊、哦，就写的说，一个女孩子拿一个雨伞，牵着他们两个，然后哦，牵着那个80岁的阿伯啊，然后走过哦，那两条溪呀、啊，那个两条溪说哦，蛮深的、啊，会到哦胸部。啊、他在想说不知道怎么过、哦、过那个溪、哦啊、去米的那个溪的那个石头旁、哦、就躲在那边，然后、啊、晚上有、哦、一对老夫妇、啊、来陪他们聊天，他孙子说、哦、啊那个土里公跟土里婆啦。我们想象啊，哪有半夜啊老夫妇去找人家聊天的，他搁底下迄个水旁，底下的水边的迄个石头旁，哦，然后白天就不见了。然后他过世的先生啊，那个娃娃上背着鬼，他先生已经过世了，还会来找他聊天呢。哦，因翁已经死啊，还会来跟他讲话。各位啊，脑筋动一下，真的还是假的啊？很多医生说他是幻视幻听，不然医生要怎么说？哦，所以我们了解到完成了、啊、哦，这个无形的哦，值得我们研究了、啊。哦，像我们那个道亲啊，哦，陈文旭啊，哦，他进入五度空间有没有？大家都听他讲心得啊，哈、哦。他真的进入五度空间，佛菩萨、七天神仙，哦，然后那个啊，地基柱嘛，然后跟幽冥鬼魂，哦，跟我们人间啊呢，你看哦，他没有哦，听信你心外没有很哦很久，做的功夫只有一个观念妄想，只有这样哦。啊，你看他拿那个。哎，一地吼60公斤呐、啊，台斤100斤。他说以往拢搬袂起哩个吼，因咧吼楼上在几楼搬袂起哩，伊讲一礼拜按算要搬一包，结果讲一天吼4-5包拢搬去，一包60公斤呐、啊，一百台斤。伊讲安那变只轻，所以啊，我们了解啊吼，他把那个佛性啊。哦，不痛不痒不饿，它用在、哦、那个搬东西呀、啊，很重的东西都变得很轻。哎，真的，它从身上、哦、自己呀、啊、轻症，
所以我就跟他说哦，不能用杜撰的，你想的不可以，实际经历的你就可以讲出来哦，啊，跟大家哦共同分享哦，说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大家认识吗？今天没来啊，有来的话我们还请他哦再来跟我们讲，他很老实哦，真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经过他不敢说，然后连那个经过了要不要说哦，哎，都事先哦先呢这个问我可不可以讲，哎，说因为去哦日月潭啊那个岛有两个庙，一个玄光寺，一个文武庙，啊，他去的时候啊，那些神明啊竟然起来跟他打招呼。还好，哦，保护他出来那个日月潭的哦，那个游湖，那个文武庙的哦，关圣帝君啊，更哦更派那个兵将哦，这个保护他回到台南，很不可思议哦。然后啊，隔天早上哦，那个关圣帝君啊，哦下一道指令。叫他们哦，唔免回去啦，唔免回去文武庙，踮遐解决代志。各位知道吗？就是那个后天庙啊，要抓那个陈文旭去当鸡头，陈文旭不肯嘛，他不肯，那个庙就找他麻烦，有没有？然后使他的女儿、使他儿子啊，哦，这个眼睛跟牙齿都出问题。他，啊，为什么他会知道？第二组在说，哦，让他听到，让他知道，哎，就是这样。然后那个关圣帝君就要他的兵将哦，帮助他解决这个困难。有来的话，我们还可以问说，啊，今晚该不好未？还剩下呢，这个25分钟的时间，因为今天。哦，那个来的时候啊，哈，那个负责讲师有跟或者说蛮多问题啦，他或者说好留哦，时间来留长一点哦，然后让啊这个问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哎这个充分解答。好，好，那刘讲师这边有几个问题，好，请说。第一个问题是。请问玄关窍是国宝还是不生不灭真心佛性的国宝？啊，因为哈，我们要知道说，哦，重点所在啊，我们一定的哈，这一生这一世啊，哎，就是要受记，我们那个求道啊，就是受记，哦，那受记啊，哎，就在我们身上看得见的。哦，我们玄关窍，那我们看的玄关窍，哎，就是经过哦受记，不然你修的再怎么好，你没有经过受记呀，上天不承认呐，你这个修的哦，没有办法回归到原来哦啊你的地方，哎，所以啊，还要再等下一个缘会，哦，下一个缘会大概普渡。或者是下一个缘会啊，哦，单传独授，你修到功果圆满，然后经过受记，哎啊，能够有受记了以后啊，上天承认，或者是呢，哦，七佛智士还没有三佛收缘之前，你已经修到哦可以了，已经呢，哦，跟所有十方之佛都一样，那你就可以回归本位了。所以我们了解玄关窍是依附在我们身上表面可以看得到的，那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哦，是没有形象，啊，它是一不是二，哦，玄关窍跟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不是分开，它是一，哦，它是一体的，它不是二，啊，一个因为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哦，充在整个宇宙虚空。啊，你受记的时候啊，你要在哪里受记？虚空整个都是佛性呐，啊，还没点都给你点，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依足的地方，依在什么地方可以啊，就是让你的佛性能够跟你虚空融合，就是玄关。那所以我们要了解，你问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到底是玄关是第一宝，还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是第一宝？请问各位天使，哪一个对？正确啦，一个是表象，一个是里面，啊，它是一不是二。好，第二个问题，五字真言，五字真经是法宝，代表天地有形无形都合在一起。请问五字没有说五字真经是法宝还是佛宝？若五字真经是法宝，五字真经是无形无相不生不灭真空妙法，如何是法宝代表天地有形无形都合在一起呢？所以无字真经是法宝，对吗？还是万事万象皆是佛性的呈现，所以无字真经是法宝？这个还蛮有研究了，能够说，到那个这个我们这个求道的五字真经。那因为佛学在老千身边老千曾经讲了，那个五字真经是我们就是传承那个清凉起它有那个阿弥陀佛，弘扬起南无阿弥陀佛。我们现在白扬起就是五字真经那个是传承这样下来。可是啊，有字的它是假经啊。老天这样说，无啊，全部都没有字啊，那个才叫真经。是这样说了。可是我们在传的时候啊，毕竟还是传五字真经啊。那真的他会这样说是有稍微研究到他的整个内涵。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所以那个五字真经它本身就是要我们真正的你在这个修的时候就把真正的里面的内涵告诉你实际就是这样。你真正的要进入你就要归到无，没有，没有文字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所以他这个有稍微研究了，所以要了解到你不能执着形象，你要进入实际的真理状态。你在形象一有所住啊，结心就往死亡了。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说为什么佛会讲离相名佛，若离诸相则名之佛，就是你要离相，文字相一样，语言相一样我们的那个所有攀岩的也一样，全部要离，全部离了以后，你的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才整个呈现所以各位回去要看《金刚经》，或许在里面详细说。真的老师会骂我啦，你都泄露天机。可是我泄露你们要听懂啊。宝真的是宝。还有吗？请问归如无想，归解结想，归如无想，归于众生生众，归于众生生众生想，是因为佛性归如归解归如归众生是吗？还是在凡尘归如无想如何进消道，归解结想如何进替道，归众生想如何帮助度化众生？好好，这个因为在我们《涅槃经》的第一页第一章所以各位可以翻过来在第一页的最下面这个比丘云譬如罪人不自觉知
哦，不是啊，亲疏母女姐妹啊，哦，迷荒淫乱，哦，言语啊妄意，卧啊不敬宗，有没有看到？哦，啊，因为他问的呢，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因为哦，可能或许在解说的时候啊，没有详细啊，啊，因为哦没有详细啊，所以哦。他就有问题产生了，那或许、就、要详细的、跟各位讲这个呢，因为开头啊，他就已经呢、用那个喝酒已经呢喝醉了，醉了，那喝醉了以后啊，他等于是、真假莫辨，真的跟假的没有办法分辨的，这样了解意思吗？啊，所以哦，他就哦就讲不自觉知，自己不知道，然后不认识啊哦亲跟疏，就是不认识亲人，也不认识那个疏远的人，啊，所以这里面哦，他就讲哦母女姐妹。啊，就哦，各位要了解到，因为哦，不把它讲得太明白，为什么？点到就好了，知道了就好。就是哦，就是淫乱，淫呐、男女之间男女关系乱来，就已经哦，不按照哦伦常，这个已经哦，不按照伦常。啊、所以啊，那个母女姐妹哦，她都把她当成啊可以做爱的对象，这样了解吗？有没有乱来？就已经是乱来。她、所以当时或许啊，不想说讲得太详细呀、就是哦，稍微知道了啊就好。哦，那因为啊，在真理的哦那一种领域。我们要知道说，最深的、我们的亲属关系呀、那个父母亲，然后我们的、那个、夫妻太太先生、儿女，最深是这样的，前一生不是，上一生上一世啊，我们要了解到他的关系哦，不是这样，啊，所以啊。有时候你假如说修得久一点，你会有隔胎不迷。隔胎啊，就是你上一世的出生跟这一世的出生，你隔了一胎了，隔了一生了，可是你还知道你前一生的状态，就是叫隔胎不迷，就是你还知道我前一世我在哪里，我生了 几个孩子，然后我到几岁才死亡，你知道，你都知道，这个叫隔胎不迷。那隔胎不迷的话，你在这一生，这一生来的时候啊，你前一生的状态，亲属状态，你会知道，这一生已经来出生、一个小婴儿。你说哦，这个小婴儿是我前一生的哦，子父母。可是这一生呢、他是一个小婴儿，是你的后辈。啊，这样的话，因为他知道，那他知道的时候啊，那个因缘，我们社会整个大环境的因缘，又促成啊，促成他们在一起。这个时候啊。你说他的心理会怎么样？以我们凡尘的眼光来看，哦，可以啊，只要你情投意合，你就可以哦，就结为夫妻啊，就可以在一起。可是，在他隔胎不迷的状态之下，他说不行，那个是我前世的长辈，而且是长了两倍。可是我们这一生的人会相信吗？一定不会相信，对不对？啊，他不会相信哦。你这样说的话，他就会觉得说，跟我们现在的善良风俗啊，
有所抵触，所以他又选择不收。可是选择不收，骗别人容易，骗你自己呀、就很困难。啊，所以啊，虽然他不说出来，可是他知道，他知道他不会不会进来又会不会？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哦，我们那个第十殿那个孟婆庄的忘坟汤，要不要喝？要不要喝？还是喝的比较好啦哦。哎呀，拢唔知，我拢唔知，哦，提好拢唔知就无代志啊。啊，你若拢知哦，是不是很多事情？哦，很多事情会呈现。啊，所以这边哦，他就写，哦，那个已经啊，不是亲疏，然后那个母女姐妹啊，哦，就迷惘淫乱，就已经讲了。就是哈、哦，男女之间的关系呀、就已经发生了啊，所以发生以后啊，哦，那个原理放义啊，就是恭维哈、哦，嘿，就很啊，那个讲的哈、哦，很不好听的啦，哦，讲的都很现实，然后啊，卧哦，卧不见踪啦，哎，就是哦，那一种哦，男女之间做爱啊，是不是卧不见踪？对不对？然后啊，这个时候啊，哦，时有良师，哦，一要练虎啊，哦，虎以及兔，哦，所以他就讲那个过程，说呢，哦，那个时候啊，哦，有那个良师啊，拿药给他吃，吃药了以后啊，让他清醒，清醒了以后啊，哦，还治意识啊，他各法都恢复。哦，伊个哦，迄、那个记忆，然后啊，心怀惭愧，都已经哦乱伦了，惭不惭愧？惭不惭愧？就是很惭愧哦。然后深自苛责，哦，就一直骂自己呀，久违不善啊，我来卖啉就好啦，啉就拢乱来。就酒了借酒发挥就乱来了、所以酒呢为不善哦，知恶的根本哦，就是啊会做不好，就是因为有喝酒哦，然后啊、喝了酒以后啊、很多事情不该做的哦、全部都做出来，那么若能啊哦除断呢哦，则眼重罪、所以啊，他在问的那一段哦，刚好就是这一段。那个时候，或许为什么不详细解说？因为本来我们就没有那么复杂，就单纯的对吧？追生啊，我们就哦，家属就是家属啊，哦，然后啊，那个哦，亲朋好友就是亲朋好友，都啊呢，这个很哦，标明。很、明显的这一些、关系，然后我们生活的很单纯、所以或许就、不讲那个详细的内容，因为详细内容、它有乱人的、那个含义在、所以、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是最好，对不对？不知道、很轻、我们、头脑很轻，知道了以后很走就落的啊，有落无？咱哪拢不知影，足清了，很清净啊，知影哎呦，那会安呢？哦，就会很昏走。啊，所以啊，在那个时候，或许并没有详细哦去解说啊，哦那个哦灰母母想，灰女女想，就没有解说那一段。哦，因为那个哦。不太这个适合呢啊，我们都全部都哦了了分明，那个不要知道了哈、更好哦，不要知道更理想。还有吗？还有三个问题。《楞严经》读书菩萨讲，我们因为名望才产生虚空，然后依空立世界。那在我们还没有名望之前。是不是佛性尽虚空遍法界，整个都是真心？那虚空只有一个，
这里我不清楚。对，这个哦，这个在《楞严经》哦，我们讲那个耳根圆通的时候啊，那或许有说，文殊菩萨呢，在《楞严经》的哈、哦、啊这个这一段，特别的把天地的形成哦，全部都啊这个啊把它解说，等于说泄露了，因为佛。哦，那个所讲的经啊，并没有把哦那个天地的形成啊，天地如何形成哦，说得很详细，反而是文殊菩萨说。啊，所以或许看到以后哦，哦就觉得说这一段呢、啊、很难能可贵了、啊。哦，因为要看佛菩萨讲哦天地的形成，他只有讲。一念无明生三细、啊、然后啊，境界为眼哦，长六处，对不对？只有这样讲而已啊，哦，啊没有哦讲说世界是怎么形成。虽然佛有讲哦，说世界是假名，假的啦，不真。哦，它真的是微尘，然后微尘也不真，哦，也是假名。所有的一切有形有相都是假名，只有这样讲啦、啊。啊，他是要我们自己去领悟，哦，说这个既然都不真，都是假，那世界当然也是假。啊，没有像文殊菩萨把他说，哦，因为我们迷，哦，跟昧，迷昧，然后才产生这个虚空。我们以为哦，虚空呢，就是本来都一个而已啦。可是以文殊菩萨来讲，我们迷昧的虚空，跟我们了了分明、真心佛性哦，在时在的时候的虚空是不一样。我们佛性哦在的时候啊，那个虚空是真空，然后妙有。然后文殊菩萨说。我们迷妄，我们迷了哦，然后啊起妄，从真起妄，这个虚空哦就变成什么都没有，没有说虚空里面有佛性呐、啊。所以哦，我们在研究哦，一定要知道哦，我们凡尘社会人士的虚空就是妄空，空里面什么都没有。那我们一修道，我们研究性理心法。这个虚空是真空还、啊、是妙有，它空中不空，有佛性在、哦啊、妙有没有形象、哦、那个佛性没有形象叫妙有，真空妙有就是我们讲的虚空。所以、哦、空是一样一个字，可是在社会人士的空跟在我们修道者的空不一样，那个空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就要先了解哦，那个文殊菩萨所说的迷妄，因为我们从真起妄，从真起妄，然后才有这个完空啊，有这个完空以后才建立世界，没有这个完空啊就没有世界啊。所以啊，这个世界是建立啊在完空里面，因为完空然后才有世界，因为有世界了我们才有众生，因为有众生才有业果，所以世界众生业果三个就一直延续不断，我们就在这个假的里面一直这样的轮回。那假如说我们都花心要返妄归真，这一个虚空啊，这一个形成世界的虚空啊，它整个都破坏掉，没有破坏啊。所以佛都讲，只要你一个人花心归原，花心归到原来哦，所有的哦那个波旬所管理的哦那个魔世界啊，全部都破坏。所以只要你要修真，魔一定要来指导，
你把我的世界全部破坏，让我没有住的地方啊！因为波旬很贪恋凡尘，所以你要破坏这个凡尘现象，它第一个阻挡，不让你破坏。因为啊，我们在凡尘啊，我们都是魔子魔孙，我们其实都不承认呐、啊。可是啊，各位要了解，我们在凡尘，我们众生所做的行为啊，真的就是哦，魔王波旬在管。为什么？你看现在发明智慧型手机呀、啊，哈、啊，真的哦，每一个人都是低头族啊。我们南部还好一点，你上北部看，不管你走路、你坐车、你在做什么，那个手机都不理呀、啊。哈、哦，那都行到要干烧崩啊！所以啊，你在台北走路啊，还要眼睛亮一点。他一直走过来了哦，他在玩手机呀、啊，你赶快让开，他一定把你撞上的啦。为什么？他都没在看路啊，他在看他的手机啊。啊，所以啊，找不着我，找不着我。所以啊，我们在凡尘。只要你都热衷过头了，你都是着魔啊！你不知不觉了，哪有？他会说你们不玩手机的人呢，哦，才脑筋不灵通呢，哦，他玩手机的哈、哦，这个公车几分钟会到，他都知道，我们都傻傻等。或许还不知道说，哎，他还有那个功能呢。哦，你在公车站等哦，等公车，那个公车几分钟会到，你手机一按，它就出来。哦，真的智慧型。可是啊，超过头了啦，我们都被那个控制了，到底是它主人呐、啊，还是我们是主人？那已经哦，去有手机啊，全白死。这个手机要做主人，啊，咱做吼奴隶，哦，我们就变成哦，还听话，你要听话，哦，哦，真的已经哦，那个着魔的程度啊，可以说是很厉害了、啊。我们因为没有生活在北部哦，还感受不太出来。假如说你上北部的话，一看，哦，你台北人哪会拢安尼，哦，很普遍的啦。结果你去了以后啊，你也跟随流行，赶快去买一部，还不便宜，哦，你能够几千块买到是哦，哦，很幸运，不然都是两万多块，两万多块一小小的，哦，啊，现在就钱好赚啦，现在买都有。哦，所以我们了解说，真的魔王管我们整个哦这个异界的众生呐、啊，所以我们发心修道，各要有冲破魔界的哦那个啊哦那个认识，说我就是要把你魔功打破，哦不怕魔来阻挡，安尼才会使。下课。